我们手会先握在平把的位置，拇指让它扣在握把底下 ，OK， 不要扶在上面，因为怕手滑掉，就比较危险。之后呢，在骑乘的时候，你的重心屁股要坐满位，手肘轻轻往下收，肩膀放轻松。站姿的话呢，我们会握在最前面的把，你有握稳了，你再站起来。那站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重心一样会放在屁股多一点，不要整个人往前倾，身体呢一样重心在后面多一点，手稍微辅助就可以了。先回到坐姿，我们会做趴姿的一个把位，所以我们会握到前面，手肘一样是收起来的，肩膀放轻松，让你的手肘可以靠在上面就可以了。 OK， 重心一样，屁股多一点，对，这样你在训练到你的下肢会更多，核心会比较稳。